十里银滩呢边就冇四大行嘅，咩工商啊、建设啊、农业啊，所有即系喺深圳见到嘅银行都冇，包括啲。即系如果实质上如果唔计嗰栋嗰啲面积，即系有时候我都听到好乱啊。禁止下海游泳，禁止乘坐摩托艇。佢禁止嘅嘢而家全部喺海做紧。哦，海滩上面呢个出租太阳伞。30元一个钟，50元两个钟。我哋同你整翻首最长嘅。我就去中年好声音算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我嘅频道，我系阿 Yan， 今日同大家行下小径湾。咁我哋又过咗马路呢边。小径湾，诶，佢几奇怪，小径湾去紫瑶嗰边个箭嘴，唔知想点呢。我哋又嚟到呢个万里壁道啦，我哋喺其中嘅一里。哇，大家唔好睇小呢条桥，原来古迹嚟噶。呢、这个叫劲东双城桥啊，大亚湾区不可移动文物点。这条桥呢就建于清朝道光年间，是当时黏山镇去霞涌和澳头的主要通道。华润小径湾，啲楼新啲啦，外形就都可取啲嘅。小径湾的销售中心二楼嗰度有间粤海汇，咁啊应该是小径湾里面最顶级的粤菜餐厅啦。出面的大平台都有啲设计感噶，咁如果天气好嗰时喺度影相都几靓。艾美酒店楼下有泳池，但呢个泳池完全冇人游上，个个游上去晒游海咯。其实呢个唔系嬉水池嚟噶，我望望眼都唔知道有冇一米。儿童池系咯。晒下太阳咁咯，佢哋华润嘅别墅而家就做紧一口价689万，即系你四层以外仲有地库，系唔系佢加埋，即系只不过佢三层下边负一层嘅话咧系有啲面积系赠送嘅。哦，即系佢入职嘅就系三层，即系一二三系三层。哦，咁等于嗰个地库咧就送埋俾你，所以就四层个面积有270。即係如果實質上如果唔計嗰啲送嗰啲面積，即係有時候我都聽到好亂啊。哦，都統一喺審批嗰陣時係起型點樣就點樣嘅。嗯。啊，但係佢後邊可以擴建，即係佢可以加建。嗯哼。即係發展商可以俾你加建。嗯。咁你可以使用，就相當於係贈送嘅面積就咁樣。咁而家大廈嗰啲咧，或者三期嗰啲二手賣幾錢一方到啊？依家有一套比較筍嘅咧，係吳望海嘅，係8000几万。吳望海係幾大啊？93方。93方。兩房。吳望海佢都有一部分海景咁嗰啲有冇啊？有。如果四期嘅話咧，高層嘅話咧，大概就13000几度啦。哦，系啦，如果你系一期呢啲蒙海嘅话咧，起码都系15000几起步噶啦。嗯，即系如果你话长远嚟讲比较保值嘅咧，就系一期、六期同埋三期嘅前排，同埋二期嘅前排。系咪因为都系海景嘅问题？海景嘅问题。正海景。系正海景。哇！呢边就冇美宜街啦，呢边系啡粉嘅地头。不過睇佢啲品牌，咁真係呢邊就多啲選擇。喂，不如整杯七咖啡。呢度就會見到夜晚應該可能有開過一個叫 Whisky 嘅吧。呢度有間華潤銀行，我好少見到呢度有銀行。十里銀灘呢邊就冇四大行嘅，咩工商啊、建設啊、農業啊，所有。即系喺深圳见到嘅银行都冇，包括啲咩招商啊嗰啲多人用啊都冇。呢度咧除咗小径湾有一间华润银行，跟住就系呢个叫惠东农商银行。咁佢都有呢个24小时自助服务啦，即系几时都可以嚟呢度攞钱。咁佢呢度一个叫柜员机嘅。
佢只要櫃員機上面有銀聯嘅標識咧，都可以攞錢噶。不過可能就要俾多少少手續費。無敵海景14,000，四房1,200，別墅2,200，方糖手作邊個食甜品啦？果茶手工點心。呢、这个咪杨枝甘露，呢、这个杨枝玉露，邓大姐越南小馆，越南菜我都有兴趣试下嘅。哇，呢、这个烧味卤水，披萨意粉，咁啊呢度一条街都系食嘢嘅，粥粉面啦，早餐啦，黄记王，黄记王好似唔知食啲炆。炆嘅嘢啊，香辣汁鱼锅，免费续面，小湾面馆，粤式早茶，布拉肠艇仔粥，咁啊都有乳鸽啊，豆腐煲啊，海鲜粥啊，手打檸檬茶就唔少得㗎喇，周圍都有呢啲茶檔。魚米道，全魚宴，哦，即係一魚幾食，都坐得幾舒服啊，有室內有室外。咁如果似啲天氣涼啲呢，都可以坐室外。咁啊，瑞幸咖啡，媽媽 Super Mario， 去十里銀灘呢，喺酒店附近就有一間麥當勞，咁啊呢度都有一間探約影城。咁、哦、呢个戏院就系十里银滩同小景湾呢边唯一个戏院啦。影城会员优惠，日拍就15。哦，我以为睇戏唔使收钱嘅添，拍车。承蒙你啊！都系咁啦，有炮谷有。可乐单人餐，炮谷一份加可乐一杯，39。多谢食过香港嘅。咁用柜台呢个小程式买飞呢，佢会有一个好详细嘅注册会员示意图。咁用微信扫咗呢个小程式，除咗可以喺上面买飞，仲可以揀座位同埋买小食，平过你喺美团啊、猫眼呢啲 app 上面买。好似依家大陆啲戏院呢都会有自己一个小程式，咁唔知係咪唔想俾美团再抽水呢，咁佢嘅价钱呢会比起你喺美团上面买更加低嘅。这个就是在地下最大的那个厅。我们在戏院行出来，跟住行前了没多久呢，咁就见到有个好得意的类似秘密花园。咁啊对住条河呢，河边就有啲台凳可以俾你休歇。好写意喎，有少少地人。对面就是艾美酒店啦。咁喺小径湾呢度就有个心动体育公园啦，入面就有个小型嘅足球场，咁啊嗰边都有篮球场同埋有网球场嘅，头先见到。喂，呢度有教练收费，你睇下。我开始仲以为系免费随便入嘅添，原来系要收费嘅。其实你个人都几单纯。成日话唔使钱，有明星教练添，有外籍教练，主教练，主教练。呢度就见到写住华润大学，不过唔知道学乜，系咪华润集团自己起嘅大学呢？咁我哋行到去小景湾嘅别墅群嗰边啦。呢、这个就系小景湾，我唔记得第几期嘅别墅啦。咁啊，一口价689万，不知第几期。呢、这个真系不知第几期。艾美酒店橙色呢栋
過去見到就是一期、六期，再遠處就是十里銀灘。我、哦、呢邊就繼續嗰條綠道去嗰個烏霞涌，係啦，去霞涌嗰邊都有條山路，唔知咩烏頭山啊，定唔知咩烏咩啊，就一路兜個山路過去，下次先行。我哋頭先就喺呢個卡窿位落嚟，咁都容易落嘅，有幾個石冧高咗，咁啊落翻嚟沙灘，咁喺沙灘邊一路就可以行翻去十里銀灘啦。啲沙都比嗰邊好啲。嗯，呢邊啲沙咧，好似咧呢邊嘅沙咧係天然沙多啲啊，睇落。十里銀灘嗰邊有人工滑。我過咗假期，艾美酒店嗰個入住率應該都唔算太高噶啦。而家好多露台都冇点住人咁好似。我见到都系一间房露台有人。佢哋当地啲渔民应该喺度挖緊啲沙白。哦，咁样游埋嚟溜喎。係啊。玩唔玩呀咁啊。哇，佢着到咁好明显佢唔会玩呀、啊。岸上面唔知点解呢就好多死鱼。成100米嘅海滩呢都系呢种死鱼。呢、这个叫休闲游艇观光环岛，咁就见到嗰度写住就$80一个人，就40分钟。咁啊，40分钟我唔知佢系点玩法啦。休闲游艇原来就喺小景湾出发，咁啊兜头先嗰条山路叫乌山头绿道，咁喺黄金海岸兜到去抚洲岛，去埋宝塔岛，翻转嚟$80。哦、海滩上面呢个出租太阳伞就$30一个钟，$50两个钟，$80就三个钟。咁唔知全日计就点计啦。海上超跑极速漂移$100一大圈。仲要强调系一大圈。咁而家目测沙滩呢都有4-5把遮嘅。禁止下海游泳。禁止乘坐摩托艇，9:00清场。哇！咁但系佢哋成海都系摩托艇。佢禁止嘅嘢而家全部喺海做紧。好开心喎、啊！琴晚啲人玩得开心，我哋都想开心，但系见到周围咁垃圾，点开心啊？这个时候呢就有姐姐来溜我们去出海游了。咁我们就顺便问了一下外岛游的价钱啦。不过啲价钱真係好进取啊。即係一个岛三个钟度。咁啊2000几多啊，即係其实等于包船去㗎喎。係啊，係包船啊。呢个平囉，呢个平时多。$600。$600。$600。咁呢个三角洲又喺边啊？三角洲就喺嗰度，同呢再远啲，都系同呢两个岛系200。你车咗我出去，你第二日翻嚟接我，嗯，咁又点计啊？咁要补翻1000蚊嘅油钱俾我哋咯。即系咁啊，3000几噶咯。嗯，哇，个船钱都唔平。艇$50两个人啊，几耐啊？3-4分钟。哦，呢个艇嘅话就贵耐啲，10几分钟，10几20分钟。你两个人嘅话可以送你$200就可以啦，但你多耐啲？你呢只艇。我哋又数灯光啊，小景湾。好少少啦，比十里銀灘，但系嗰条街上边嘅灯咧就比十里銀灘靓好多。因为我觉得系华润咧，佢嗰个管理咧做得好啲，即系就算一阵睇一啲商铺啊，即系你会觉得干净好多。系啊，呢间都几过瘾，吴艺士，系真系吴艺士啊，一定唔系讲广东话啊，老细。
有一个好寂寞嘅麦当劳叔叔。Hello， 依家唔艺事，我饮咖啡嘅。享乐沙滩餐吧，咁啊有肯德基啦，泰兴茶餐厅，咁啊远处仲有一间叫象本唔知乜嘢，行过去睇下咯就，咁啊有木屋烧烤，好过去行下，行过嚟呢度见到有间吉野家添。咁啊，多啲品牌餐厅，咁都好嘅。哦，呢间象本米所，头先睇唔清楚，应该就系日本面啊？唔知啊。木屋烧烤有间音乐酒吧，隔篱嗰间唔知好似西嘢，做个气氛系好啲嘅呢边。系。而家行落都舒服啲。但是生意都挺难做的，是啊，那你不可以下下靠个星期六星期五，那总之叫做很多选择啦，那里这边就糖水铺，那我又行回到来我们日头拍过的街口了，那就糟了，如果我们想多些选择嘢嘢都要过嚟小地关，嗰边又中嘢多咯。你除咗金海岸嗰边多啲选择。妈妈捻手劲菜、枝竹冬菇火腩煲、狮头鹅、滑蛋叉烧。哦，不如搵日星期六过嚟啊，睇下系咪咁嘅环境。嗯。过嚟食餐饭。我又唔知道叫咩街喎，不過都幾多嘢食。呢度梵高的海後面食咗啦，下次啊。呢度都辣咗幾多海鮮餐廳。咁沿海惠州佢哋都做海鮮為主。咁鮑魚柱。咦？嗰邊有間九號喎，好似。係啊。但好似我見過有七號添。唔係啩？呢個要求證下。即系走唔甩系嗰啲啊，反为你揾啲广东小炒就少。都唔系，我觉得十里嗰边咧，好似就广东菜集中啲。我觉得唔知系咪因为早期咧，多香港人买咗嗰边啊，咁啊，所以就即系嗰边啊多广东菜。系啦，好景湾，好景湾。同埋我覺得佢哋啲海鮮餐廳咧，嗰、那個招牌啲顏色啊，好多都係一樣樣，覺唔覺啊？黃色、藍色、白色，淨係個名唔同啫。係啦，可能揾同一間做。佢又定型咗依幾日式嘅嘢。係啦，有八號，有九號，有七十九號。但是我哋一路行過嚟呢檔啊，最旺，最旺。因為好似喺大眾點評上面咧，佢好似個好評都幾高。不過你睇咧，本港海蝦咧，每一隻好似擺曬 pose 咁。點解咁得意嘅咧？你哋、啊，你睇下佢哋對視喎。但係嗰只唔知叫狗蝦定咩咧，咁就冇嗰種動作啦。好努力啊！佢平時佢哋好易反嘅喎，唔知係咪個玻璃線咧？佢咪哦，呢度有租車喎，又租門口嗰啲電單車。呢度有露營裝備租啊，姐姐。哦，係喎，睇唔到添。呢間啲生意就麻麻地喎，好似冇乜人咁噃。其實行過嚟都話得一間有生意。嗯。整个小景湾的生意就得去晒那间。唱唔唱歌？哇，十蚊首啊！
貧窮限制咗我嘅想像力。咁你唱一首你咪走咯。真係發個周潤發啦，十分手。但係都係好多人唱。我哋同你整翻首最長嘅。我就去中年好聲音算啦。有錢收。有冇啲歌咧？十幾分鐘我哋揀首嗰啲咪唔蝕咯。咩咩串燒嗰啲。係啦，十分十秒串。好啦，咁今集嘅小徑灣咧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睇曬我哋條片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頻道，歡迎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